哎，哎呦，有人来了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准备了一点炸酱面，一会儿帮忙。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你行。不，他有很多步骤。什么步骤？切东西。他会切。有一些东西还得焯水。焯水我能给你焯。对啊。都给你干完了吗？那咱们帮忙做炸酱面呗，整起来。肉可以炒了。哎呦呦，开始爆油了。别造，静下来。你帮我炒炒。啥玩意儿都干不了，我就没看他干过这么多活。我在这个炸酱面上花8个小时，我们可能就直接吃生的。真不想吃那东西了。是可以吃了吧？